傣族舞蹈是中国众多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中一朵流光溢彩的金荷花，它以其特有的舞蹈风格和艺术魅力赢得了中外广大观众的喜爱。其中许多优秀的傣族舞蹈作品，如大青树下、孔雀舞、水、金孔雀、雀之灵、象脚鼓舞、春的律动及大型傣族舞剧赵树屯与南无诺娜、泼水节等，像一颗颗明珠在舞台上闪烁，为我国的艺术保护增添了光彩。几十年来，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傣族舞蹈家，有毛象、方美兰、杨丽萍等。傣族舞蹈流传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耿马、孟连、景谷、金平、双江等傣族集居地区。其中流传较广、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一些舞蹈：嘎光舞、象脚鼓舞、孔雀舞、支架舞、大鹏鸟舞、辣条舞、花环舞、嘎巴舞、立帽舞等等。有的刚健有力，有的婀娜多姿，有的轻盈流畅，各有其独特优美的风格和舞韵。傣族舞蹈风格浓郁，特点突出，形式多样，最突出的特点是舞姿造型美和舞蹈韵律美。傣族舞蹈中各种优美动人、富于雕塑感的舞姿，都是由四肢用不同的三道弯造型配合组成。这种特殊的舞蹈造型，随着舞蹈不同的变化，形成了傣族舞蹈独特的风格和魅力。舞蹈韵律美是傣族舞蹈的另一特色。舞蹈中，舞者腿部柔韧的屈伸，上身以横拧动率和绕圆动率为主的运动，手臂以不同角度和方位的绕圆动作与动率融为一体的气息运用，构成了傣族舞蹈的风格韵律。基本体态，基本体态的特征是由上身、大腿、小腿组成的 S 型的三道弯形态，双腿多保持外开状态，脚站旁点丁字步，双手叉腰，上身常向一侧倾斜，挺胸收腹，微抬下巴，意念向上，面部、胸部、腹部呈三个方位。基本脚位，大丁字步。在丁字步的基础上，动力脚向旁迈出半步，脚尖对旁。点丁字步，在大丁字步的基础上，动力腿的脚跟稍离地，双腿保持外开半蹲。跟点丁字步，脚位同点丁字步，动力腿脚跟点地，双腿保持外开半蹲。
之字步，双脚全脚着地，双脚尖外开，各对二八方向，双脚一前一后，前脚的脚跟靠拢后脚脚尖，呈之字形。点之字步，在之字步基础上，前面的脚向前迈半步，脚尖点地，后面的腿支撑重心，双腿半蹲，稍外开。跟点之字步，脚位和腿部动作同点之字步，前面脚勾脚，脚跟点地。踏步，在丁字步的基础上，动力脚向斜后撤一步，脚掌踏地。基本手型，掌型，四指并拢，虎口张开，大拇指掌骨微向掌心方向推，手掌及手指用力伸直，使手指上翘。惯型，食指与大拇指相捏，形成一个圈形，其余三指依次张开成扇形，如孔雀头上的翎毛。嘴型，食指与大拇指相捏，形成一个嘴型，其余三指依次张开成扇形，整个手型像孔雀头一样。爪型，食指弯曲，大拇指从第一关节弯曲或伸直，两指相对形成一个 C 字形，其余三指依次张开成扇形，整个手型像孔雀爪一样。叶形，大拇指伸直并向食指靠拢，其余四指依次呈扇形张开，手掌及手指用力伸长，手掌外延微向外翻，整个手型像椰树叶一样。曲掌，大拇指伸开，其余四指并拢弯曲，似握住一个鸡蛋。大鹏掌，五指均匀的伸开，掌心略凹。手的位置，基本手位与芭蕾手位相同，手臂位置由手、小臂、大臂组成不同角度的三道弯，可配置与不同手型，手可以做立掌、垂手、扣腕手、托掌、提腕掌等。一位，双臂稍弯曲，位于胯前，手肘对旁，手指尖相对，手心对下，掌形。旁一位，手臂形状同一位，位于体侧，手肘对旁，
手指尖对胯侧，手心向下，手与身体相距约一拳的位置。后一位，手臂形状同一位，置于臀后，手指尖对两旁，手心向下方，双臂往后稍夹，提肘。大一位，在旁一位的基础上，手臂向两旁抬起，至大臂与身体呈40度夹角，手肘下垂，手为立掌，也可做垂手。二位，双臂齐肩宽，抬至胸前，弯臂垂肘，手为立掌，手心对前方。二位变形一，在二位基础上架手肘，手背相对，提腕掌。二位变形二，垂肘，垂手，手心对前。里二位，双臂弯曲于胸前，小臂交叉，稍架手肘，立掌，手心对两侧，也可做变形，手为嘴式，手心相对，扣手腕，如孔雀嘴相对。后二位，双臂齐肩宽，由后尽量抬至45度左右，扣腕掌。三位，双臂稍屈，抬至头上方，提腕掌，手心对斜下方，双手相距一试尺左右。大三位，在三位基础上，两臂向旁分开，双手提腕掌或托掌。后三位，在三位基础上，两臂尽量向后倾斜，双手扣腕掌。四位，一臂在三位，另一臂为二位。五位，一臂在三位，另一臂为七位。六位，一臂在里二位，另一臂为七位。七位，双臂抬至两旁与肩平，垂肘弯臂，立掌，手心对旁，也可做垂掌。七位变形一，在七位基础上架肘扣腕掌，手心对后。七位变形二，手臂常用造型。
低展翅。右手大衣位立掌，手心对前斜下方，左手旁衣位。双低展翅，双手均为大衣位，右小臂略高，右手指对旁斜上方，左小臂略低，左手指对旁斜下方，手为掌形。双抱翅，双手里二位，双合翅，双手三位，合抱翅，右手三位及腕掌，左手二位变形一，顺展翅，右手三位托掌，左手七位立掌。侧展翅，右手二位变形一，左手七位变形。平展翅，双手七位立掌。高展翅，右手三位，左手旁一位及腕掌。高位亮翅，双手后三位。低位亮翅，双手后一位。中位亮翅，双手后二位。高亮翅，右手后三位，左手后一位。低亮翅，右手大衣位，稍往后打开，左手后里二位。手的基本动作，立掌，手掌外展，手背与小臂形成约100度的夹角，手指对上方。托掌，
手掌外展，手背与小臂形成约100度夹角，手心对上方。提腕掌，手掌内屈，手心与小臂形成110度夹角。垂手，手掌外展，手背与臂形成100度夹角，手指对下方。屈掌翻腕，这是傣族舞蹈中常用的手的连接动作，它是大小臂的屈伸的联合动作，屈伸有柔韧性，每次动作到位要有停顿，并注意保持手臂的三道弯。双掏掌，双手下垂，手指主动由外向里转掏手掌，从下贴身往上穿，双手经两耳侧穿过，右手伸向三位，左手伸向七位。内屈外展手，一手从大三位启动，手指主动向内弯曲，向下插，小臂弯曲到最大限度，手经过耳侧、肩前到腋下，下插到旁一位。另一只手从大一位启动，手心向上抬到大三位，注意双手交替内屈，动作连贯。掏翻腕，右手手心向上，从身前由下向上掏掌，左手手心向下，从右手前盖下去，双手同时动，右手在上由外向里顺时针方向绕一圈，左手在下由外向里逆时针方向绕一圈，接着做对称动作。此动作可在一位至四位和旁一位的配合动作中做。摆手，手松弛地在体侧前后轻摆动，向后摆动时稍提手肘，可做单手摆动，也可做双手摆动，常以走步配合运用。基本步法，勾踢步即走步，是傣族舞蹈中最常用的特有舞步。走动时要保持基本动率、基本体态，除正步走动外，其余脚位上的走步均保持双腿外开，动作腿的大腿保持基本不动，小腿以脚跟主动很快地向后踢起，然后随支撑腿下蹲动率轻而稍慢的全脚落地，双腿稍蹲，支撑腿节奏平均的屈伸动率和动作腿快起慢落的动率形成时间差，是这个动作的特征。点步分为前、旁、后点步，动作腿随支撑腿动率点地，点地时支撑腿稍蹲，动作腿小腿和脚尖要有控制的点地，点地后马上弹起来，要求要点地敏捷灵巧，如蜻蜓点水一般，注意保持基本体态。前点步，旁点步，后点步，
点跳步分为前、旁、后点跳步，动作要求同点跳步，但每次点地后，支撑腿要稍跳起来，同时动作腿离地。收动作腿时要保持高踢步后踢腿做法。单垫步，支撑腿全脚着地，动作腿半脚尖着地，保持屈伸动力走动。支撑腿弯曲时，动作腿离地，动作腿半脚尖落地时，支撑腿稍离地，可做上前、后退、向旁走等。双垫步，动作要求同单垫步，每两拍走三步，并交换一次支撑腿。膝垫步，在双垫步的基础上，每次迈步前加一次小的正膝腿动作，注意腿的屈伸动力加大一点。碎垫步，在单垫步的基础上缩小动率，加快速度，上身相对保持平稳。跳垫步，在双垫步的基础上，支撑腿加上小跳动，动作过程中双腿保持稍外开。摆步，取材于鱼舞，在向旁走的勾踢步的基础上加深腿部的屈伸，同时胯部随动率向左右摆动，呈下弧线运动线。蹼跚步，双脚基本走一条直线的快速走步，类似中国古典舞的圆场步，但每一步都要加上小颤动，重拍向下，脚步轻盈，双手在体侧交替，前后小摆手。腿部常用造型，后蹬支腿，以右腿支撑重心为例，面对二方，右腿稍外开半蹲，左脚勾脚，屈膝至大腿与小腿间形成120度夹角，并保持外开，向六方向抬起侧后腿90度，可根据需要调整高度，上身侧后仰，下左侧腰，看二方向斜上方，手为双合翅，掌形，也可做其他手型。注意动力腿的脚必须稍高过膝盖。前蹬支腿，旁蹬支腿，
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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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Thank you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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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八。